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快乐，快乐你才能持续的攀登，持续的攀登，你才会喜欢做这件事情。我喜欢在往上爬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那种满足感，烦恼你都不会的，都不会再去想了。你一定要觉得攀爬的过程很享受，快乐会让女孩子更漂亮更健康，虽然最重要是开心，付出都是值得的，那一瞬间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了。你付出多少你得到多少，没有太多捷径的。所以我觉得心态决定你的攀爬的一个高度。 Just to no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人有那些叫冒险或探险的精神，就台上1%，台下可能是99%。我认为攀爬应该是一个天性，专注非常重要，你是喜欢这件事情的，你专注去研究它，去学习它，即每个人你人生其实一定是有些东西是追的。Hush, little darling, don't say a word. I'm gonna buy you a mockingbird. Say, darling, say. And if that mockingbird don't sing, I'm gonna buy you. 我叫小卢，我接触攀岩到现在有3年多一点了。我是2013年开始攀岩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候呢，我是什么都没有，安全带、攀岩鞋什么都没有，然后我是穿他们的那个安全带，然后因为我是36了，脚嘛，然后没有攀岩鞋合适我，他们都是38最小的，以后我就穿着一个运动鞋爬上去。这是我第一次爬，我记得当时我是在一个寿司店上班嘛，每天我下午会有4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可以，但是柳州的话，因为大多数人都要上班，就只有周末有的爬，但是我这做饮食的话，周末是最忙的时候，然后每个周末的星期六、星期天。一下班马上开可能半个小时的车去盐场，以后爬一看时间，5点半了，马上收拾东西马上回去上班了。因为他9点钟下班嘛，基本上8点多就开始没什么客人了，就开始接近收拾了晚市，那时候有时候一闲下来我坐在那里就睡着了。然后我们一个厨师长就说我，你干嘛这么辛苦呢，周末这么忙你还跑去攀岩，你就不能好好上个班吗？完了以后又去了Yangshuo，在Yangshuo待了1年。Xiao Li is
a fantastic role model, I think, for female climbers in China. She's trying really, really hard and climbing some really quite hard routes. She's also a full-time mother and working full-time as well, and still climbing. And everything, she's just totally supporting herself. So she is really... really amazing role model for the Chinese girl, I think. 我一个人去，谁都不认识。刚开始一个月，我就是每天跟他们去攀岩，跟在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跟着各种顶绳。一个月以后，因为我没有工作嘛，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钱开饭了，就想着要做点什么吧。有了那时候，因为我都是做吃的嘛，就搞了一个饺子，是卖饺子的，卖煎饺。然后我就是早上卖煎饺，然后就到下午就去攀岩，然后晚上回来就包饺子，然后就是这样子在Yangshuo待了一年。因为他之前不是在Yangshuo吗？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去卖早餐煎饺那种。然后到了后面还要出来攀岩，确实挺不容易的。然后他现在又回到自己老家，当然没有Yangshuo那么好的条件，但是他还在坚持。做完自己的事情之后，他还会去攀岩，不管多累都还在攀岩。天哪，挺佩服他的。首先我们个子都差不多，受于个子的限制，然后很多可能别人能很轻松地做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真的有点难。君宝经常说他的一个很强力量就是他的一个指力。有一次我们是在爬切齿鸡还是金雷的那个下半段，有个点君宝说好像我也捏不住那个点，哇，他捏得好轻松啊。所以我觉得小鹿力量是非常非常强的。到目前为止我完成最高线路也是在Yangshuo那时候切齿鸡，原来是 13A， 后来爆点降级了，现在是 12D。 然后还有就是白山的白鬼也是 12D， 都是这两条我完成过这个。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进山这个愉快的旅途啊。然后这条线路是2014年熟练中国卡乐斯熟练中国他们过来开的。但是相对来说，因为这条线路的难点是一个大羊角，像屋檐一样啦。就是我的弱项我的那个力量啊还有腰腹啊都、就是比较弱的这个方面。所以我觉得虽然也是12D， 但是对我来说还是一个不少的挑战啊。我爬之前完成过那两条12D 的都没有这么大羊角了。
感觉离红点还是有一段距离，耐力不够。到那个难点的地方吧，是一个大屋檐了，算起来。但是进入难点前有一个休息点，它不是特别好的休息，因为一路上来有点羊角，然后就准备进入屋檐的时候有个休息点，但脚点不是踩得特别好，缓不过来。所以对我来说，对我那个耐力啊，还有力量各方面，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还是需要可能要去强化训练一下。它是一个大羊角的一个线路，然后那个这需要力量还有那个腰腹力，都是我很弱很弱的地方，所以我完成这条线路很开心，非常非常开心。Because we're the shirts flashing the lamp, play more games at home. So good at being early is our answer, no, no. All the injuries are frightened, the money's all but gone. The busiest man is the doctor, caught the agents on the dock.So what I think about Raul? Yeah. Raul is one of those crazy people who is not, nothing gonna stop them, right? Raul, 他挺有意思的。他一冲阵，然后我就啾的上去了。Dude, Raul is like totally in his element here in Liming. Like, Raul was built for like Liming. 他的攀爬能力是运动攀登是5.13D。然后传统攀登也是13D。The black hole is a really obvious line that you see from down. It's an overhanging 80 meter face. They stop because after that the crack is a bit wider than 6 Camelot. And I took a big fall at the top.
maybe later go yank sideways and hit pretty hard the wall. And definitely finding people to go up there, that's the crux.